崇会长，我们这文化交流活动已经办到了第四届。有人说越办就是越驾轻就熟，也有人说可能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那办到现在，这一届跟上届相比，您个人觉得是越来越容易了吗？还是依然有很多挑战？对于我来讲，应该是越来越难了。今年的第四届中国民族文化日，暨倾情中华魅力湖南文化交流慰问演出，是由湖南省侨联和新西兰华侨华人联合会共同举办的。这场活动与往年任何一届都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因为今年国内啊，湖南省侨联组织了湖南省侨星艺术团、湖南省花鼓戏团、湖南省歌剧院以及京剧传承中心等国家一级演员23个人的龙大团队来到了新西兰。今年第四届文化日活动有两场，今天我们晚上隆重举行的是奥克兰场，28号也就是明天的晚上会在惠灵顿的维多利亚大学举办第二场。同时湖南省侨联和湖南省文化旅游厅对这场活动都非常非常的关心。我们今天的公务团来了湖南省侨联的几位领导，以及文化和旅游厅的我们的厅长。所以在这里呢，我特别要感谢咱们新西兰大使馆、奥克兰总领馆给我们这次活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同时我还感谢我们很牛的协办单位、我们的媒体朋友、我们的赞助商们，以及我们所有的华侨华人联合会的会员们。有大家的大力支持，才有我们今天这次活动的如期召开。所以您刚刚问到一个问题，我很非常有感触，是难了还是容易了？所以我感觉来说啊，今年这期的活动是非常非常有难度的。首先一个，我们要把国内的国家的一级演员邀请到新西兰来。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知道3年的疫情阻碍了新西兰和中国走的。那么在刚刚疫情恢复以后，这是国内侨联第一个团首发来到了我们新西兰，所以我感到非常荣幸，也非常激动。所以相对来说，尽管是难，但是我们都已经如期的举行，这是非常值得欣慰的。谢谢。我知道组织这样大型的活动往往需要很长的周期，甚至上一个刚结束就得筹划下一个。我们已经办到了第四届，能透露一下现在有没有开始去构思我们的下一届第五届？是的，是的。现在每年的文化节之后啊，我都显得形成了一个习惯了，马上回国。所以有人问我你回国干什么，其实我想告诉大家，每年我在办完当场以后，我就在筹划下一场的中国民族文化日活动。那也许呢，就我们今年我现在马上这场活动完了，我就回国了，回国之后我就是对接明年第五届中国民族文化日活动。所以我希望每年一度的中国民族文化节活动都办出我们的特点来，我们的特色来，这是我相信的目标。好，谢谢，祝愿今天我们这个活动能够非常圆满的有个非常好的结果。好的，谢谢。我们同时也预祝第四届中国民族文化日暨倾情中华魅力湖南活动圆满成功。谢谢大家。谢谢。